击溃武魂帝国的关键在于拉长战线，迫使他们应对不暇，弹尽粮绝。两位陛下，唐三提议借昨日胜利之余韵，以西鲁城为据点，将四周失地展开反攻，等我方补给线建成，便可直捣黄龙，攻武魂帝国之要害。好，星罗国王陛下戎马一生，统军调度自比我强上许多，这西鲁城内的兵力就托付给您了。陛下三思，西鲁城本是天斗帝国统辖，两国联手最忌猜疑，如果一座城我都放心不下，那整个国家的后背又怎能托付？今日这西鲁城内的士兵不分国别，一律编入联合军，全权由星罗国王陛下统帅，您看如何？好，既然雪崩陛下如此信任，我必不负重托。若联合军反攻顺利，武魂帝国必定有所震动，边境局势也会得到缓解。届时，两国境内的部队互为友军，再行策应驰援。老师，请唐门敏堂提供及时通讯，互通各战区情报，命各部队以隐蔽游击作战为主要方针，拖延战线，保存实力。唐门自当倾力相助。各位，武魂帝国罪恶滔天，现在我星罗天斗两国联合，不分你我，共抗强敌。不分你我共抗强敌。父王，雪崩陛下，史莱克七怪愿为战地，但我作为七怪的老大，希望两位陛下能答应我们一件事。慕白，有话直说。昨日小三展现出的海神力量震慑天地，我们希望他能继续修炼，完成余下的两场考核，成为真正的海神。完成考核固然重要，但我更不放心身处前线的大家，至少要等到战局稳定之后再做打算。三哥，这可不只是为了你，战局莫测，谁也不知道武魂帝国还有什么杀手锏，你越早成神对我们帮助越大。而且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帮助小五复活，到那时候我们七怪一体才算真正完整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便盼着蓝浩王早日成神归来。保重，保重，保重。